好，我是 Amy。 在上一期呢，我们曾经解决过一个问题，就是蛙泳游得很慢怎么办。那么今天我们就解决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说我们自泳游得很慢又应该怎么办。因为这两个问题在后台的评论出现的那个频率是非常高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大范围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是采取这个排除法来进行查看我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练习吧。今天我们的学习内容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留下你们的点赞和转发，分享给你们身边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去学泳吧，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